今天要从湖口老街停车场走到金丝步道，再走回湖口老街。长太大的绿竹笋已经不能卖了。金丝步道的入口到了，金丝步道的入口，右边就是高铁。一段陡上坡，有耶，刚好有高铁要出来了。金丝步道，刚刚金丝步道往上爬是好汉坡，比较陡，金丝步道可能稍微比较科幻。这里还有玛丽亚，是哦，因为我们做头线的每个人都有关系。走完步道，来湖口老街找地方吃午餐，顺便逛逛老街。看看这些特别的老街建筑。